猫这款非常好看，它是一个针织的，然后弹力非常好，可以穿到 L 号，完全不紧身哦。那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造型，它有两条绳子，大家可以随性打两个拼接就可以了。如果你想要再短一点，可以再绕个一圈，那会让你那个收腰的效果，每个比例超长哦，还有小花肩的设计。好啦，这个是白色的，它另外一个色哦。修身，而且这边也是小挖洞的造型。然后可以看到这腰带啊，有两种方法哦。一种是直接这样子让它垂掉在这边的造型，像刚刚白色那样。另外一种的话，你可以再绕一圈，应该是整个弹性的，然后这样子绑，这样子直接就会比较短一点点哦。那穿起来的话呢，长度是。